你无要甲头壳拔落来，就莫怪我对你无客气。我一定六七八九甲甲我讲，你嘛是一个九八七。 这是一个女性公害。啊！真溜了，何不去？ 我安尼才天要甲你牵累呢哦！哎，拢阮雅婷啦，啊，卡顿顶下讲啥物，即个社区吼可能有小偷，哎，我较注意，啊，我才才紧张。哦，结果无小偷，有我即个小美女。<笑>小美女，即阵啊是到底对哈？我甲你来，你拢无甲我回啊，我足烦恼的，啊，你有平安无？啊，唔，歹势啦，互你烦恼啊！你放心，我足好的。 我是超过伊要避开，无要撇开遐想要伤害我的人。哎，我是唔知影讲，你到底是遇到啥物危险的代志啦？啊，不过阿母要甲你讲，你一定爱学会晓保护你家己，吼、哦。啊，你真正安怎吼？阮规王家的人拢听你哦。好啦，阿母，我会保护我家己。哎<笑>，你看安尼。 愈来愈瘦，哎，我拄好买菜，哎，煮一顿啊，给你煲一下。哦好，那我来替你洗菜。哎，哦，哎，等下，我关门一下。你马上把门放开啊！我跟你讲哦，这是我跟王家温话，你莫管。王家的代志就是我的代志。 你先，那你叫你熟悉啊？你先别说嘛，大概我要阿讲。你到底是什么人啦？我是讲，你无需要知影。我知影，即卖流行组织犯罪，我看你安尼一定是集团出来的无？阁是西边集团，你的生活一定拢西边，啊嘛无你嘛无需要戴头套。 你妈有没讲？那我明四个月当拍卖一票女明星嘞！哈，我听你咧臭大，啊嘛无你把头套拔来看卖啊！你卖笑死，我就要中你个计。哦，那你就莫怪我对你无客气啊！哎，你妈有没来哦？你别冲上！ 自找死咯！你无要把头套拔落来，就莫怪我对你无客气。我一定六七八九，敢甲我讲，你嘛是一个九八七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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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资格叫我走。安尼我有资格无？啊？柯小平啊，啊，阮雅婷甲陈恩拢要结婚啊呢。哎呦，啊我咧，我看你安尼条件嘛是袂歹啊，要找啥物对象拢有啊，莫阁浪费时间伫咧陈恩遐啦，好无？我无爱，我绝对无可能放弃陈恩。我明明比王雅婷更加适合陈恩，是要哪伊要拆散阮两个？你实在是吼，这种毁三观的小话你讲会出来，我听袂落去呀。哎，佳玲。